看到国家繁盛，百姓安居，这全是父皇您勤勉执政的成果。而臣身为皇子，却不能陪伴父皇左右，替父皇分忧，替百姓谋福，儿臣心里真是深感愧疚。父皇，儿臣向父皇保证，从今往后一定痛改前非，绝不会让父皇再感失望。好，好啊！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麟儿，只要你知错能改，朕就不再追究了。麟儿，母后已命人把梁王府收拾妥当，你可以。皇后，就让麟儿还住广凤宫吧，你我父子也好随时见面叙谈。谢父皇垂爱。好，好啊。这凤麟谈吐有致，举止得体，并不像密报中所说的那么荒唐不堪了。娘娘，这些年我们派了那么多的探子监视着他，所得消息不尽然全是流言，臣以为他今天的表现无非是想获得皇上的好感以便流经，不过是隐藏本性讨好皇上罢了。不论真相如何，本宫都不能让他在京城久留，免得养虎为患。是。天下之道，灵儿，你要记住，在你羽翼未丰之前，切勿锋芒毕露。遇事要多倚重杜芷安，听明白了吗？母后，灵儿回来了。一去经年，我终于回到这里了。不管多艰难，母后的心愿孩儿必定会尽力达成。分给属于我们的一切，我一定要全部拿回来。几年不见，你小子功夫见长啊。月缺，听香公公说你在杜白山刻苦学武，今日所见功夫果然了得。那是。哎呀，月缺，见到你实在太开心了。哎，对了，月征他也回来了吧？当然了，走，带你找他去。好。月征，哎，小姐呢？小姐在浇花呢。走，走。月征，月征，你看谁来了？哎呦，殿下！哎呀，殿下！
完蛋了，水泼太子那可是死罪啊。是吧太子？没事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要泼你，我是要泼他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不要紧。你是凤寻？月正，八年不见，你比小时候还漂亮。凤寻，你可真敢夸他呀、啊、就这啊，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样子，还总吹自己举世无双。对不起啊，没事的，确实是举世无双。请殿下赶紧回宫更衣，这万一染了风寒，小人可担待不起。对啊，你赶紧回宫换衣服吧。知道，没关系。月正月缺啊，我皇兄也从北疆回来了，改天一起到宫里聚聚。凤离回来了？是啊。好啊好啊，改天我们一起去。好啊，一起去一起去。小姐，王爷来了。是否吃得好，睡得香。我很好，你不用担心，你比我爽快。凤丽，你想我了吗？当然想我，特别想。这些年都是凭着你的熟悉，我才能支撑过来。若不是你的帮助，我爸早就没有斗志了。